今天我们来看一块海力士的硬盘。咱们先看一下机主是怎么说的。UP 主你好，我的是 PC 八零幺两 TB 的掉盘了。PC 八零幺这一个型号对应的零售版应该是 P 四四 Pro 吧？说是在数据迁移的过程中出现故障了，重启后就掉盘，换了主板，然后用 PCI 转接卡还有硬盘盒都没有识别到这一块硬盘。具体问题嘛，我们先连个电源看一下。 硬盘上电以后，这一个电流走的非常低啊。通常情况下，像这一种电流，要么是主控没有完全正常工作，要么就是电源部分供电没有出全。具体嘛，我们来先来测量一下它周围的供电有没有全部正常产生。先撕开吧，又是带黑胶的。刚测量了一圈，它的供电是全部都有的，那就证明这一个主控应该是没有工作的。 主控不工作，原因可能会比较复杂。我大概能想到的第一种可能就是主控虚焊，第二种就是板层之间可能断线或者漏电导致的，第三种就比较严重了，就是它的主控挂掉了。第四种可能是调固件引起的。如果从维修角度来看，第三种可能性我会先排除掉。 主控挂了，那就没戏唱了。接着第一种主控虚焊也暂时先排除，因为海力士的这一个主控它是打满黑胶的，一动它就会炸。在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尽量还是不要自己作死。那板层断线应该怎么判断呢？直接判断肯定不好判断的。这一个料板是机主那边提供的，同款型号五百一十二 G 的，他希望我可以用上，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盘上电以后，这一个电流是可以瞬间达到零点七安的，然后跳回零点三五安。另外，我还反复确认了一下这一块坏盘上机以后，它这一个 PHY 右下角这一个状态灯是没有亮的，这就证明这一个主控它是没有响应的。 不过还好，它的颗粒并没有打上黑胶。那如果是掉固件的情况下，会不会引起这个信号异常或者电流跑不上来的情况呢？因为机组那边的友情赞助以及全力支持，所以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实验。好，比如说我们把这一个好盘上面的颗粒给它拿掉，就相当于只有这一个主控在工作了。通过这一种方式来对比一下这一个电流以及信号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BGA 三幺六封装的颗粒拿掉以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一个电流简直就跟坏盘上面的一模一样啊，就是没有装颗粒的电流。另外，我还看了一下它原来的这一个盘，右下角这里有一个电容好像掉了，我也翻看了一下刚才的视频。 这一个电容确实是到我手上的时候就没有的，难道这个盘真的是空焊了？目前也不知道这一个硬盘有没有摔过啊。不过这个电容掉的肯定不正常啊，还是一样，主控暂时先不动，给这一个颗粒加焊一下，看看电流会不会有变化。万一是虚焊剪漏了，那就不好意思了。加焊过以后还是没有成功读到啊，就显示了一个未初始化，果然是没有这么好剪的漏啊。 颗粒这边，我刚才也就轻轻的推了一下，并没有拆下来，应该不会导致连吸啊。因为我刚才也用放大镜仔细的观察过这颗粒的四周啊，确实没有看到连吸的地方。另外，这名机主他后续又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他说这一块盘之前是粘在主板上的，粘的可能比较紧，他怀疑拆下来的时候用力过猛，导致这一个主控板变形。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一块主板，好像还挺正直的，但也不排除里面会有内伤啊。所以现在就只剩下最艰难的决定了，我准备把这一个主控给它拆下来验一下伤看看。当然这个风险肯定会有的，而且机主那边也同意我干他。 主控这边，我又闭着眼睛把它给拆了下来，可以看到这个电流它是正常的，并没有短路啊。如果颗粒连吸的话，这里的电流早就爆表了。不过我也发现了另一个问题，这个主控我并没有钢网，拆下来以后就装不回去了，这怎么办呢、啊？ 因为没有这个主控对应的钢网，所以海力士的盘就暂时先搁置了。咱们继续来看一个苹果的三星黑胶盘，他们都是从韩国来的。如果大家要问我干起来的手感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区别？刚才海力士的黑胶手感就是少而硬，搞了大半天都搓不掉一个角的那一种，而三星的黑胶就是反过来了，虽然它的量给的多啊。 不过搓起来的手感倒是挺软的，虽然我不喜欢黑胶，但是要从里面二选一的话，我还是喜欢搞三星啊。这一个盘我刚才上机检查过，是掉部件的。不过幸运的是，这是最后一代支持拆颗粒读取的三星硬盘了。说多了都是泪啊！幺五年以后的盘就没有这种操作了，要么就是主控与这一个颗粒绑定加密。 要么就是它的纠错类型不支持，反正已经知道它的故障了，我也不要圈子了，先让我把这八个颗粒全部干下来再说。颗粒这边我已经全部给它拆完了，接下来我们拿着一个电磨机，把这些黑胶以及边缘给它全部打磨干净。 因为除黑胶的这整个过程比较猥琐，而且耗时，所以我就不在视频上面做展示了。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大概看一下，处理完成以后是这样子的，场面可以说是一片狼藉。现在我们来上机，把这些颗粒里面的数据一片一片的给它读取出来。苹果硬盘这一边的颗粒我已经给它读完了，我看了一下，这八个芯片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好的。 镜像做出来，自然也是找不到文件的，因为这一边的 ECC 校验它根本就过不去。这一块盘不太像是刚坏的样子啊，因为我在上周也做了一块同款的苹果硬盘，我这边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是我上周做的，可以看到数据是非常绿的，都是同样的方式操作。所以我又问了一下机主那边，是最近坏的，还是坏了有一段时间？ 结果一问，跟我预想的一样啊，他说坏了有大半年。所以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固态硬盘的数据它是有保质期的。一般刚坏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但是坏的时间越长，它里面的电子也会跟着逐渐流失，最终导致这一个数据完全无法读取，又是白忙活一场。 又过了几天，我给这一个海力士主控量身定制的钢网也已经到货了。因为这块料板上面的缓存容量大小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打算先把这一个缓存给它更换一下，看一下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因为这个主控真的很难拆啊，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是不会拆的。缓存换完。 这一个电流还是跑不上来啊！硬盘上机依旧是没有任何反应的。本来嘛，这名网友他是希望我修好以后给他拍一个轻松秒杀的视频的，没想到这拍着拍着就变成翻车的视频了。到这里，我是真的已经尽力了，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另外，这一个钢网定制的费用肯定是要我自己给自己报销了，但是也说不定未来在某一天还可以再次利用上。